嘿，真久啊，对。哦，你这这边会听，海家路安尼哈。嘿嘿嘿。半年前刚退休的林医师，第一次参加仁医会义诊，用心为弱势街友服务。妻子是护理师，也来协助。仁安基金会台中站一楼大约10平大的办公室，仁医会举办义诊，暂时分成了迷你药局、临时诊间以及看牙区。为什么突然提到非洲？原来这场义诊，新巴威的慈济志工朱金才趁着回台湾的机会也来参加。新巴威是一个真善的国家，大真善的国家，伊本身政府嘛无钱通讲去台湾的，为虾米医疗保险啦，像种种保险，在迄搭遐无啦。朱金才谈起在新巴威慈济帮助当地贫苦的点滴，有街友听了想要贡献一己之力。响亮的硬币声代表街友的慈悲心，在接受帮助的同时，也能够做个手心向下的人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佩华、张美玲台中报道。